一般人认为骂人打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，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操守是善，其实未必如此啊。老师，那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？凡是有益于人的就是善，只利于己的是恶；有益于人就是骂人打人都是善的，只利于己就是敬人礼人都是恶的。所以我们行善，善又分大善小善的不同。你们谁说说什么是大善，什么又是小善呢？老师，我知道。哦，那你说说。做大善事既是大善，做小善事既是小善。哦，何为大善呢？大善事就是大善事呗。什么是大善？什么是小善？大善，小善。下黑白无常事业特来拿你，今日阎王派我二人。我犯了什么罪？我一生正直，你们竟敢说我多恶少善？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大胆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啊，判州吧。将罪人带上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冥王殿。我没做过恶事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你自己的恶行，把恶路呈上。有这么多恶路，快把房子撑破了。真是个恶人啊！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还敢说无辜？让他下油锅。上刀山去剑术，去家山。阎王明断啊，我如此年轻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恶路呢？我平时为人正直，并没有做什么恶事，就是死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。好，我就给你看看。是明白。房子里啊，看那边这算什么大恶呀？这我想想又不犯法。一念不正即是恶，不一定去做，一动念冥府就已经有记录了。是的，一念不正即是恶，不一定去做。那可是，难道我活了半辈子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吗？来人，再取他的善路。是。按规矩拿秤再称。是。
啊！快查善路，所书何事？为何反而比营亭恶路重？烦请大人代为转奏。望皇上体恤百姓，停止建造三山的石桥。哎，我虽然上奏皇上，阻拦他不要造三山的石桥，但朝廷并未采纳，于事无补。难道这个善真的有这么大吗？朝廷虽没有采纳你的建议，但你的存心是为万民着想。若是朝廷接受了你的建议，那你的善功就更大了。凡是存心为众生、为天下国家着想，那善虽小而大；若为自己一身打算的，那善虽多也是小善。老师，我现在知道何为善之大小了。好，那你说说看。起心动念为自己一生或一家打算的，善多也是小善；凡是存心为国家百姓着想的，善少也是大功德大善。对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子善说的对呀，善之大小不在事项上，而在用心。心量大则福大呀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怎样用心才是。是，老师。